和他的同事都是顶尖的人才，值得最好的对待。可是如果用他们的理想和信仰要求他们不顾一切的话，是不是有点绑架？晶晶，你们的项目是未来啊，你和关在都是领导们很重视的下一代领军，我们不希望你们现在旧思维里一成不变。假期差不多了吧，回来以后和关在好好的再把你们的方案论一论，争取得到院里的支持啊。哎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你是不是还想走啊？别再谈工作了，放松放松。来，你让他说，你还有什么原因？老师，我离职是为了钱。这些年走了许多人，他们的选择我都能理解，我只是觉得有点失望啊。许多啊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，我以为说老一辈航天人一穷二白从零开始，就说你的同事关赞，当年他在美国放弃高薪回来，我一直以为你会和他一样，也是有着自己的信仰和坚持。可是于途也是放弃过高薪的，于途和他的同事都是顶尖的人才，值得最好的对待。可是如果用他们的理想和信仰要求他们不顾一切的话，是不是有一点？是不是有点绑架？晶晶。